咱即马来这所在叫做桥仔头，这站是捷运加台铁共构。一出站就甲你讲桥仔头老街的景点，但是因为巴肚作妖的，应该先来找这下。这间看起来袂歹呢。哇，禁止内容哦！啊，那安尼改买嘛，唔知要去对用。不过在这附近，阁有一间非常有名的肉色饭。不过在有一间五家肉色饭，这间听讲一定有6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边啊，阁有一间70年以上的二代老店。现在要来吃肉色饭了，我详细观察所有的配料都是这位老大姐在处理。肉色饭之外，伊毛咧卖肉鸡面、肉鸡米粉。因为我是较早来，所以唔免排队。那是到了食饭时间，啊，你就有通啊排啊咯。南部肉色饭的肉色大部分都是肥肉，但是在炒肉色的时候，那个油都一定逼出来了。这间曾经得到2007年网络票选的第一名，所以还有状元肉色饭之称。2020年还得到高雄决战的肉色饭冠军。别忙，唔忙，就是伊无啥生理，干那看伊背甲遮尔啊侪料，到时你就知影讲有偌侪人抢要来吃咯。哦，卤卵一卤压着几啊桶。这个米粉，啊，这个是肉鸡面。啊，这综合的吼，综合的这小菜，这鸡皮的拢底下的这啊配料，啊，你这是啥物汤？花莲汤。花莲汤。来，哇，肉色饭，哦，这种肥肉呢，啊，不过这肥肉应该油拢是逼出来啊。这边可以啊，你们弄太少了，一下再没关系，关键好吃不？会袂歹哦，袂歹，哦，因为迄个肉鸡有哪十八个，哦吼，你调一下，剩大地啊啦吼，把这饭安怎？肉燥饭节，它也应该是有入得奖入选。哦，那人没参加啦。